胡歌和迪丽热巴一起登上了微博热搜榜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胡歌和迪丽热巴恋爱了？你想多了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胡歌凭借着《琅琊榜》里面精湛的演技，深受观众喜爱，并拿下多种电视剧大奖，再加上较高的颜值，很多粉丝冲动说要嫁给胡歌。迪丽热巴也是当今人气极高的女演员之一，在近期参加的《跑男》中，迪丽热巴力气大是大家都知道事实。网友说，迪丽热巴男友力 MAX， 有这样的女子还要男朋友干什么？对此更有网友说，请给我一个迪丽热巴，胡歌我就不争了。小编感言，有时候各家粉丝之间的友爱互动还是很有趣啊。